让你喝粥，我不理他。他每次来都是这样，他每次来都是这样，不是让我喝粥，就是让我喝什么鱼汤，不然他就给我做什么别的饭吃，天天都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他这段时间没来了，他那段时间天天问我，娜娜，你喝鱼汤还是喝稀饭？我去给你做饭。切板子！哎呦我的娘！哎呦！馒头，馒头搁后边。浩润，你搁这门口玩，让小妹写作业，小作业给你俩玩。王语言，写作业，小作业在玩。没有。上空山买馍去了。乖，这个卫生纸涨钱了。以前这卫生纸三多一提，现在这卫生纸42一提了。哎，啊？就是你下来说，爷爷问你要手机，跟那摄像头说话。啊，那摄像头能说话。切换电脑喽。大家摄像头怎么说话？啊？村里摄像头怎么说话？不是，就那一个摄像头能说话，其他的不能。一次能用半卷不？一次不能吧，也得用小半卷。刚才豆哥问你一次可能用半卷。哥，这生活没有人不能干。哥，你一次就九斤零完了吗？哥，欢喜静，我也买就买一大提一大提。那上次买的时候便宜，这次买贵了，涨钱了。喂，好人，别给我镜头比了。涨钱了，卫生纸都涨钱了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哎，不对，天，平时肯换衣服，怎么就没换衣服？不对，啊？找着我那个垫子，他没带回来。哦，那差不多。应该脱鞋了，应该。哦，全脱鞋下来了。不对，怎么就不注意形象了？不是，找我那个垫子弄哪了？哪？我怎么知道？找。